是阔萨子的李梦琪，今天挑战的是可爱风。李梦琪，你怕对自己是有什么误解？我在台上这样吗？集合。想要致敬你心里，大家好，我是你的萌琪琪。啊，李梦琪，李梦琪，咦，还挺大的，原来你在我心里，我是心仪心仪，让你心仪的啊，心心。为什么害羞的人是我？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，啊啾，那一定是我的想你。大家好，我是你的小卷毛，喜点哥哥。江江江 ，nice ski。大家好，我是想要融化你的 Yuki Yuki 曾雪瑶。全部是加油 Amigo， 加油 Amigo， 笑死我了，太可爱了，走路都是蹦的蹦的的。可以了，非常的好看。李梦琪你好，像刘念。刘念也下来那个指导一下。是刘念教我们这个口号的。刘念是我们的队长。救命啊！我鞋子又扔过去了。队长好。我今天才知道，原来我在台上是这个样子。今天梦琪找我说我的发型要怎么那个模仿一下，我就说你把它夹卷就好，这样在台上就会有那种跳跃跳跃灵动的感觉，然后他今天就变成这样了。有没有那种跳跃跳跃那种感觉？有吗？所以我觉得他们今天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非常的棒，队长非常的满意。就穿这个裙子你就想摇摇你知道吗，就你会控制不住你自己，我觉得这个打歌服它是有魔性的，就是你穿上这个以后说话都想吊着嗓子了呢，我不再是烟嗓了。你看你吸灵一直在状态里啾啾啾。我是这个样子的吗？啾啾啾。那我是这个样子的吗？是你们天，我现在在宿舍，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了。就是我刚才在台下，然后姐姐问我，你们是愿意的吗？你们心里有没有觉得被迫营业的感觉？然后我们就说，真的很开心，就是穿这个裙子会让你变得很开心，然后希望你们看到我们的表演也能变得很开心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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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，谢谢。